我们来饮料这边守这条走廊，要不要？有人来我们就到。哦，那个人哦，快喽。那要过麦，我觉得一号这边小丑牌一张啊，最扣除135，有46偏怀疑啊。影片开始前，记得先订阅、按个赞哦 ，IG 也记得追踪一下。总算是玩到狼人了。不会当狼啊，不会当狼啊。我们来饮料这边守这条走廊，要不要？有人来我们就倒。那狼来这边集合啊，我们来卡这个走廊，那个饮料机这边。然后等一下放紧急任务，把人赶到左边去。大家都在那边干嘛？来喽 ，CD 好可以刀哦，别刀。我手在这里。没有刀的守门口，没有刀的守门，没有刀的守门。放紧急任务，把人家赶过去，然后直接挡在这个门。要过去了，要过去了。超多脚印呐、啊，应该是23啊，239吧。不是23哦，2是工程师哦。2那个时候一开始在地洞看，有看到一个红色的头发的人跑过去。那我想说，因为法医出来了嘛，所以那个时候2号就躲在地洞看。那个时候没有直接按，是因为我觉得会有其他的狼。那第二个，我觉得应该是9，因为刚刚9号直接路过。那1号后面应该是确定法医啦，因为1号是最后才过来的。客房购买饮料，然后通讯中断，我去接，然后后来我又回客房拼拼图，然后我就先去大厅维修线路，再去餐厅维修线路，听一下法医归票吧。来啦，不用讲了啦，我就是警长了啦，直接先票这个3啦、啊。哦，如果我会认5号好啦，答案不就是230了吗？他，我跟你讲，2号不会是工程师，2号绝对不会工程师啦。哦，我先这样讲啦，先票这个3啦、啊。那二号不想扛推这个3号，直接扛推我嘛，因为我是警长啊，对不对？直接新票这个3呢、啊？我跟你讲，如果我说今天你是法医哈，我不是工程师，我没有必要站在你面前。然后那先票几啊？我想先票10啊，先票10啦，10号就直接路过尸体了，我在洞里看的。先票3啊，先票3，先票3。完了，这个5号没有默契啊，他没有跟票，跟票就赢了。哦，没有个人哦，坏喽！哎呀，跑掉了。感觉现在只有法医在晕啊，就要赶紧把这个警长先处理掉啊。来了，我直接跟你讲啦，我直接讲白一点啦，10号就工程师了啦，直接票2吧。完了。那个时候是我会这样子推9号，是因为那个时候警长还没出来啊，那个确定警长还没出来，那9号跳警长，基本上有在看的人会怀疑他是小丑或者是双狼啊。我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2号我跟你讲，不是运气有点好拿到警长啊，10号就工程师，你们就没有刀到啊，1号就法医啊，你们3个狼啊，是不是剩我这个好人没有绳子，这警长就归在我身上啦。好了，票我吧，票2吧，就票2吧。哎呀。我感觉这把有点这个工程师的感觉啊，感觉是个工程局啊。现在是不是法医跟警长都出来了？那是不是只差工程师了？哎，原来警长还没出来啊！好，刚刚通讯中断，我先去接完之后。我从大厅那边绕到另外，绕到那个，因为我要去那边餐厅打扫垃圾桶，
刚刚有一群人往下走，好像有看到二号，还是几号啊？刚刚就一群人往下走就对了，反正我这边有看到二号。一开始我的任务全部在左半边啊，所以我没有去过右半边。那个时候通讯中断的时候我也没有过去，因为我在酒吧，我觉得有点太远了。那最后我记得在电力室有看到一个人，那个时候他刚进来就有人通报了。那基本上这局我觉得三号报的有点急啊，因为我记得法医是出来了。我跟你们说为什么会按，因为刚刚我就是听到刀声啊，不然呢我就是有看到二号啊，不然我要说什么？请问一下五号，你觉得我说的哪里不对吗？啊，就一群人下来，真的是一堆人啊，我只看到二号的人。面刀不就走面刀吗？我刚没有听到你有说到面刀这个部分。对啊，你没有讲到面刀啊。那现在三号拱出个面刀啊，三号这边贴好。那一号过麦，我觉得一号这边小丑牌一张啊，所以扣除135，二号被票掉了，那就是46789嘛。那我自己这边有46偏怀疑啊。听完刚的发言，这三个比较怀疑，但是我不想要这么急着开枪啊，我怕警长死太早，胜率会不够高啊。来哦，监控是两具尸体哦，46的脚印哦。我看到七号面刀，他就直接先按了，所以这局手机有面刀，手机面刀哦。他要是法医，他一开始就开始说了，所以先出七没问题。我不认同四号的看法，我觉得第一局有走面刀已经出一个稳定的狼牌了，法医不太需要直接去这个报复身份，而且他也还没有到现场。那如果是不是的话，那我会再斟酌要不要抢过。可以啊，这局法医够给力。好了，六号在哪里啊？我解电开不了枪啊，先解掉。真的舒适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那最后讲一下，蛮多人在等粉丝同了这支影片的。那因为十个人要同时有空，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，所以一旦拍好了，我一定会尽快上传。那也蛮多人在问会不会再有类似的活动，会，但是应该不会拍成影片，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被时间给拘束，我也比较可以分开一个一个找来玩。那如果刚好十个同时都可以的话，那我再把它拍成影片。支持记得订阅按个赞，小铃铛也要开起来， IG 也记得追踪一下，下次影片见。